属什么人？在啊，粉丝团啊，这一首花艺呀，老练，来播下恭喜起来，掌声鼓励。还有钟荣哥的陈志文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、啊，那后置业的九厘毛哎，你好。你起来上一些啊。辛苦呢？为什么？啊，你无听出伊烧声哦？你烧声是感冒了。系啊，伊感冒呢，吼、哦哦，对啊，感冒了。感冒啊，过来唱歌呢哦。真的。啊、你遐会弹？哎呀，哎呀，是，你是老爸，你老爸工作济哦。哈哈哈！是安尼啦。是安尼。今仔日吼，无法度啦，吼、哦，盛情难却啦。资历要请到。中吼，无法度啦。系啦。我伫阮金龙遐，因兜坐的时阵啦。
大概去就是看台湾那么旺，大概去就看了讲，哦，这个囡仔，你又讲安尼张雨绮，啊，唰啊唰袂掉，哎，偌够唱的，你又讲安，好，这样呢，大家邀请来，吼，我真正咧偌赞。你该做民主的，你来我教堂来，你敢知影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是是是是。小高之一，很可爱哈、哦，真的。什么名字？台风那么好。张雨静。张雨静哦，今年几岁？几岁？9岁。19啊，79。高伟年啦。是高伟哦。9岁啦，你是健康宝贝哦。啊啊、高伟，哎呀，叫好唱歌。哎呀、啊，不过卡车的囡仔嘛叫好唱歌。哦，对啦，我也是童星出身的啦。童星出身的。哎啦，啊，不过我得你真厉害啦。那黑喜哦，你26关是不是？唱了26首。不是。不是，那是几关？就是从未免。到未免过关是10关，好、哦、10关。可是因为卡关，要碎片的人11首，好、哦、11首，11首再加以前那个比赛哦，所以很辛苦了哈、哦，真的就困难的啦。你也看卖啊，人安尼去安尼去参加唱过来届，对不？像我4岁、6岁时，我嘛去参加6等奖，一届就登来啊。什么一届就登来？去年来刚好你们在没来啊。哦，我是安怎你敢知？是安怎？哦，咱唱歌，囡仔嘛，6岁尔，较唔捌啊。啊，比如讲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，吞一个花。我讲吞花呢啊，啊就靠乌鸦呢，那就无啦，那就无啦，就使用啦啦，使用啦，那你让你地，让你用手包玩啊呢？哎呀，真的，所以不简单呐，吼。这家你是老爸摇钱树，什么的摇钱树？太是无给爸爸。什么的摇钱树？今麦都靠这个娘啦。你爸爸只以前1600好彩，你妈妈去抢妈妈了，你太是有叔叔，叔叔来去抢叔叔了。哎，差不多嘞，还欧贝加，欧贝加哦。哎呀，我保驾哈，会不会赌博？不会啦，小朋友，那我可怜。你把保驾哦，那我别啦。但是吼，真的，这个吼要走演艺路吼，真的要小心啦。吼，就这罕见啊。哎呀，像我们小时候啊，我们都在台北吼，这个餐厅很大型的歌厅表演哦。这个有经过那个年代的就知道，啊，那时候拢盖了于天啊，李雅萍啊，然后做啊，啊，什么黄山镇啊，高凌风啊，吼，上大牌拢一起表演的吼。啊，因那咧迄个，比如咱头前咧表演后台个咧比较。二哥，你都在。爸在这里啦，来，这个是我们雨静的那个海报嘛，吼，来，我们雨静呢要把海报送给大家哦。来，阿仙不要用抢的哈，用真的哈，来，小心啦哈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来，请下音乐。给我录哦。啊哈，啊，然后你们来用录的，哦，妹妹。Yeah.
社交。对呀、啊，哇，参加节目的时候呢，跳了26首的舞蹈。
雨季为我们带来。